这算不算是降维打击呢？好欺负人家。自从做了自媒体这一行，在亲朋好友的印象中，我就有了多个标签。有人认为我是个网红，年入千万，属于成功人士；有的认为我不务正业，整天窝在家里，是个啃老族。当然，更多的则是另一种看法，他们对这个行业有个基本的认识，知道和电脑有关，所以在他们心中，我是个修电脑的。所以我就经常去帮亲戚朋友解决一些他们电脑上的问题，不管是硬件还是软件，我都可以迎刃而解。毕竟我家里有11台电脑，对电脑问题我确实很有经验，也因此就预防了他们认为这是我的主业，并且专业过硬。当然不光他们，我的粉丝们也是这样认为的。也所以当一个远方表妹考上一个不错的大学，想让我帮着出一套适合大学生用的主机方案时，我不忍拒绝，毕竟我专业过硬。这就是我帮表妹选购的一整套适合大学宿舍使用的主机方案了。按说大学生用的电脑其实买个笔记本更合适，但我这个表妹怎么说呢？她说用笔记本玩起来不痛快。在整套方案的选择上，因为我还年轻，是奔着年轻人的眼光，所以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。总费用一共花了9216元。首先是主机，我直接选了一台品牌主机，华硕的天选 X， 这样出门在外可以方便找到售后服务，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做自媒体。最关键的是，这台天选 X 体积非常小巧，也比较轻盈，净重10斤多一点，我表妹孔武有力，肯定可以提得动。宿舍用的主机在考虑性能平衡性的同时，便携性也要考虑在内，同时更小巧的体积可以节约更多的空间，有利于舍友和谐。但因为没有恰饭，我想深深吐槽一下，既然是天选，为什么不弄个更年轻化的天选青配色？我有点搞不懂。这台主机的价格是8099，配置为 i7-12700F 加 16G 内存加 512G 固态硬盘加 RTX3060 12G 独显，其性能足以应付所有的 3A 大作。当然既然是表妹使用，外设产品肯定要尽量统一风格，那么这套天选外设简直就合适的不要不要的。实话说，天选新出的这个机械键盘真就是让人眼前一亮，特别是这个白色加天选独特的魔幻青配色，当初表妹一看的图片就喜欢上了，强烈要求我开箱时不要给它弄脏了。哦对了，他还带了一块掌托，磁吸式的，安装后颜值更上一层楼，并且用起来也更加舒服。这按键敲击声如何？这款天选游戏键盘一共有3种轴体，红轴、茶轴和青轴，我买的是茶轴，端量感更好一些，也没有那么吵，更适合年轻用户。整个键盘拿在手中还是挺沉的，整体重量差不多 1.1 公斤左右，除了放在桌子上可以增加稳固性，平时表妹出门带着它还可以顺便打个流氓啥的。从这里可以看到，整个面板的材质是航空机铝合金，质感加手感一级棒。这里可以看到轴体的颜色，如果你是纯玩游戏，麦克建议你选择红轴，按键更线性一些。这空格键上写了一行英文，大家英语好的可以翻译一下。然后这个 Home 键直接替换成了天选的 logo， 还是挺有创意的。至于这右上角的 logo， 据说用的是夜光油墨，可以让你在停电的时候也能轻松找到你的键盘。然后键盘上这个扩展 USB 插口是我很喜欢的，等于是把主机后面的一个 USB 接口移到了键盘上，增加了便利性。所以这块只卖429元的天选机械键盘，你的表妹会喜欢吗？一块趁手的鼠标就如同是战场上士兵手中的步枪，所以对鼠标的研究，我的经验仅在耳机之下。这款鼠标上手的第一感觉和那个键盘是两个相反的方向，那就是很轻。对于鼠标重量我很有经验，天选这个鼠标绝对超不过70克，我相信现场验证一下。不应该呀，我不可能犯这种低级错误。哦我知道了，叮叮叮，我的感知力不包括电池，原来里面还带了一枚电池。然后这个是它的无线接收器，相对于可充电无线鼠标，其实这个直接用电池的设定可能会更方便一些。天选这个鼠标兼容5号7号电池，如果是7号就用这个电池仓，而如果是5号直接塞进去就行了。来给大家看一下不带电池的重量。实话说这种配色真的是非常讨喜，属于男女同杀，同时这种左右对称式的外形，普通手型及握法的玩家也都可以使用。另外它这6个按键都可以自由编程，实现你想要的功能。看到这个闪灯的按键了吗？这是调节 DPI 的。然后鼠标底部全部都是用的特氟龙角贴，特点就是顺滑，非常适合 FPS 游戏中的高速移动。整体手感一级棒，我选外设的眼光绝对错不了。鼠标价格是219，一会儿去生死狙击2欺负人试试。最后是耳机，我买了2个，一个是表妹的，一个是给我自己的，因为收藏耳机也是我的爱好之一。在游戏中，特别是在 FPS 游戏中，一副好的耳机真的是非常重要。
天玄这块耳机支持 7.1 音响环绕，很适合听声辨位。耳罩部分触感柔软，材质据说是100%蛋白皮革材质，透气性好又隔音，适合表妹熬夜打游戏，不会影响视养。头梁部分捏起来也非常舒服，可以保护我们为数不多的发丝。整体骨架是金属材质，这可比那些塑料腕壳好多了，结实又耐用。需要说明的是，它这个接口是 3.5 毫米的音频接口，不是 USB 的，不过兼容性应该会更好一些，你的电脑、手机、平板、游戏主机等都可以用。它还带了一个延长线，接上以后分别插到主机上的耳机和麦克风接口。所以对于这个耳机你感觉怎么样呢？价格是329，一个很有竞争力的价格。不过因为这个耳机是给表妹使用的，而她其实是个女孩子，所以我买的是耳机加猫耳的套餐。天选竟然给这款耳机单独设计一个装饰用的猫耳，是我没想到的。单买的话需要199元，不便宜，不过一起买的话只需要469，赚大了。打开以后就是这么两个小东西了，软软的，蛮可爱的，我装上给大家看看。搞定了，大家感觉怎么样？是不是瞬间就感觉气质那一块就变得不一样了？不过我想我要是戴上它能被杰西笑死，这玩意貌似只适合女孩子用下。我的小粉丝们，你们其中有高贵的单身人士吗？去买上这一套送给你暗恋的女孩子，估计成功率杠杠的。来，再给大家看一下黑色耳机安装后的效果，一只白猫，一只黑猫，你更喜欢哪一只呢？这明明就是情侣专用耳机嘛，天选也太会捞钱了。所以我感觉我应该再买一套白色的，这样就可以和杰西一人一个了，绝对是增进感情的无上利器呀。小伙伴们，这就是这套游戏主机方案最终的搭配效果了。参照我的选择，它大概率会成为你宿舍中一道不可忽略的风景线。显示器方面，我选择的是一台奥吉高达联名款，27寸 2K 分辨率，主体为白色，搭配这套天选外设正合适。然后这个耳机支架也是白色的，好随时随地让表妹展示她的猫耳朵，真的是漂亮极了，你爱了吗？哎，可惜，再次吐槽一下，这台主机为啥不是白色的？幸好它还有个发光的 logo， 算是一个不错的点缀。哦，对了，不知道为啥天选没有发布相应的鼠标垫，所以我搭配了一个 EVA 主题的鼠标垫，还别说，整体颜色和这套外设交相呼应，相互映衬。如你所见，最终呈现出来的效果竟然出奇的好。不过这个鼠标垫有一点点的贵，299元，我是不舍得送给表妹的。但不管如何，我真的是太喜欢我这一次的搭配了，我感觉我绝对有成为时尚博主的潜质。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我还很会拍东西，希望有眼光的甲方能给我一次吃饭的机会。开机后我们就可以用华硕的奥创中心来自定义设备的 RGB 灯效了，可惜只有键盘带有灯光，鼠标和耳机并不发光。那么接下来就让我用这套设备去玩一下最近大火的生死狙击2吧，我也算是第一天玩这个游戏，只希望里面的高手们能给点面子。因为刚接触这个游戏不久，所以我进入了最擅长的狙击模式。武器方面则选择了一把 98K， 这不过这个手感肯定和和平精英里面的不同，需要先熟悉一下。果真提前量不一样，预示着武器子弹初速可能射程，不过关系不大，打几个人就熟悉了。换弹，掩护我。那我想一下，我不熟悉地图，所以我的战术应该是尽量狗一点，先练手感。初步体验下来感觉还行，这游戏手感不错呀。装弹，注意掩护。但是这里看不到人，换个地方。终于干掉他了。地图不熟悉，但我却拥有着多年的吃鸡老六经验，打狙嘛无非就是搞偷袭，打出其不意，在这一点上所有游戏应该都是相通的。新鼠标的灵敏度和我常用的四指挥也得适应一下。黄弹，注意掩护。哎呀，终于还是被发现了嘛。咱们继续，那个位置是真不错。实话说，我在这款游戏中看到一点使命召唤的影子，但是它却没有滑铲，这个就很不适应了。同时安排战术。原来我还有一把刀。终于干掉他了！
出声保护，稍待片刻。分弹打空。又透了这么多，那么接下来肯定都注意到了。好像有人要冲上来。我们被压制了，寻找有力战机。天哪，他举着刀冲过来了，莫非还想刀走不成？对面敌人，分弹打空。还别说，这个打击感很舒服啊。我就在你背后。混蛋！阁下，有人来了。干掉他了！幸好我的耳机提前预警，还真想刀我呀。很不错呀，在缝隙里就能秒人。如果换成和平精英，肯定就是打带空气强大的。都在瞄着我，那么拼的就是反应速度了。嘿嘿，幸好我虽然是新手，但却拥有这多年的他们可能不具备对狙击时机的那种精准把控，那么这算不算是一种降维打击呢？没意思，有一种炸鱼塘的即视感。我在想，这个游戏是不是也有人机？我大意了，只是他们的反应没我快，并不代表着他们不行。那么我就不必再怀有炸鱼塘的罪恶感了。毕竟在这款游戏中，我也是新手，我并不是欺负他们。看看成绩，23-2，还行吧。我感觉这一局的 MPV 是没得跑了。接下来继续去那个老位置，和他们好好的交流一下。保持优势，现在是我们的主场，终于干掉他。有些明白了，上弹的时候无需关瞄和使命很像，所以这可以极大的增加击杀效率。来呀，出来对狙呀！嗨，他脖子长歪了。混蛋，掩护我！有人来了！哼，让你欺负我！哎呀，我！我方领先，压制住他们。我怒了，上战歌。最终在俺这新手的带领下，我方险胜，赢得了最后的胜利。而我也如愿获得了 MVP， 总狙杀人数42人，阵亡5次，感觉还是不太行呀。我竟然还能被人打死这么多次，有些不可思议。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希望大家能对我今天搭配的这套大学生活专用游戏主机方案满意，那我的钱就不算白花。